服装呢，因为各个地区也会有所不同，然后每个季节都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是也叫夹袍子，因为加了一层棉的，是春天和秋天穿的。爸妈已经收拾完了，已经出去等我了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去参加一位亲戚叔叔家的他母亲的73岁本命年的庆祝宴。我们蒙古族呢是比较的重视本命年的，所以每当本命年我们都会庆祝，也是12周年才会庆祝一次，所以每一次都是比较的隆重。加上73、85这样的高龄的话，更是举行的比较盛大，然后也会选择在夏天，在草原最美丽的季节，孩子们也都放假回来了，选择在这种时候举办。我们20几、10几，那就在冬天过年之前举办本命年。奶奶也到了。这个车。好了，可以了。今天还有几个？又不是。二，一万关灯，他们给啊，走路都安全，可以啊。在定好的这个凌晨1点，给老人敬过礼了。因为爸爸看到我在摄影，所以他全部给一起送上了。然后我们过本命年啊，或者是结婚这些喜庆的日子，都会让别人喇嘛或者是知道的人看这个日子和定良辰吉时。